慎，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，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，你愿意生死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护着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 Yes I do。听我说，手牵手